兄弟，哪来的？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劝你少多管闲事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已经违法了？我是律师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赶紧走。得得得，哎，兄弟，你懂法，我们也懂法，我们只是想找这位秦大律师聊聊天儿，我们什么都没做呀。啊，对了，警察来了正好，我们现在怀疑你对人家秦律师图谋不轨。把人放开，放开！秦师，记得我教你的吗？没事，等吧。疼。起来。起不来了。起来。嗯，以后当律师，我又不当保镖。律师也是高危职业啊。那以后保护我。我又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。起来。来，听话。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快走。等一下，那边。他一干可以的，我们去就帮他忙了。不行，那边人太多了，他扛不住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。是吧？没事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们才是受害者啊！哎，再说我们有委托书的，是替客户办事儿的。哎，他们谁动的手？还行，就是有点肿，没事儿的。什么还行？你又不是医生，你怎么知道没事？你看你这样说话，肯定是没事儿。疼吗？走吧，坐我的车，我们三个去派出所录个笔录。我们自己有车。坐谁的车不都一样吗？我还有话跟秦氏说呢。那就更没必要了。你有话要跟我太太说，那就坐我们的车说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早去早回。你身份证还在我这儿呢。我对插足别人的感情不感兴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，快饿死了。怎么了？这车坐得不舒服。现在下车还来得及。是你硬要跟我们一起上车呢？这是我的车。陶律师，你不说有事跟我说吗？我想跟你谈一下债务清偿问题。债务问题你要去找庞定方啊，找我干嘛？你们这两天在做夫妻共有资产的调查吧。庞定方的刑事罪肯定是板上钉钉了，如果现在积极偿还债务，刑法上还是有商量的余地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
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个事情呢，我想了一天了。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你的。你这么一个清心寡欲、想要孤独终老的人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？当然有好处了，跟你结婚，我一共三个理由。第一，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，尤其是我妈对你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所以我要弥补这个失误。接受。第二，跟你结婚，我妈就会彻底消除各种奇思幻想，而且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压得住我妈的女人。谢谢。第三，我和蔡琛都挺喜欢这个家的，也不想再搬了。所以肯定不是喜欢上我的。肯定不是。口说无凭。落纸为证。还有这一份协定。这一份是婚前协议，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婚前婚内的财产，确保我们协议结束之后不会产生经济纠纷，这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还有，关于结婚这件事情，我想尽可能的缩小的范围，还有减少开支。我们的婚礼能免则免，你觉得呢？不能同意更多。我上网查了，去民政局登记只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了。户口本现在在我妈那儿，但拿出来应该不成问题。你呢？我妈现在肯定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那个本子，但是我觉得可控。就这么定了，速战速决。速战速决。等等。不要谢。谢谢。从第一集第一集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